我们要介绍的话是BenQ。彩度的部分目前是变得可以做选择的动作。那我们现在进入这边，首先我们进到色度的调整。那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颜色的部分，其实我们可以从颜色的部分可以看到，它很明显的说，我可以从调整到冷色调，或是甚至调整到比较暖色调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跳出来，那另外到彩度的部分。那彩度的部分就像我刚刚说明的，那其实彩度部分主要来讲的话是在于颜色的一个浓淡度的一个调整。那其实您可以看到，我们把数值往下调整的时候，其实它的颜色会比较趋近于像是黑白，它的色彩的那个浓淡度会比较淡一点这样子。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介绍，谢谢。